曼利的球员全部都打开了。对，这样如果这样打开的话，其实对来讲是相当不妙啊，就是由林志杰去带动这一次的攻势啊。哦，看到富邦 Angels 也有来到球场啊，双方十分差距，勇士队领先。十秒钟还有时间，林志杰连续得分！哇，杰哥在第四节真的不想传球。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去让吴晓现在？